啊，老师好。那个，我们这一场是针对一般老师的基础教学哈。那因为人数很少，所以老师们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发问。那这一个场次主要的内容就是针对我们在使用线上远距教学的时候，在利用那个 Google Classroom，在跟学生做讯息的广播跟收作业，好，这部分的教学，哎，那如果老师们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好，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疑难杂症的部分去做沟通互动，哎，那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哈，但是那个如果你是网管老师哈，跟账号的部分我就没有办法处理，跟账号有关的部分。那个要在另外一场那个黄志祥主任的开的那一场哦，他才有办法做回复哈。那目前黄志祥主任开的课目前是礼拜四早上的10点那一场，还有下午2点半。好，礼拜四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他会针对那个网管的老师在 Google Classroom 这个部分的一些账号的处理，或者老师们账号的升级，会对老师们做说明。那我们这一场是针对一般老师的基础型教学，嘿。各位老师，是不是已经有在学校使用远距教学了？如果有的话，请帮我在讯息列打加一好吗？好，那如果你是完全新手的话，请你输入加二。有经验、有试过的老师，请你加一，然后完全没有经验的，请你加二。好，这样我们好针对各位老师在教学上面。啊，互动的程度可以比较贴近一点。好，那三位老师都是有经验的哈。那各位老师，你们有用过 Google Classroom 在收放学生作业的话，请你加三好吗？这样我比较好知道这个 Classroom 的部分要讲得多基础啊。好，贺老师已经有相关的。内容哈，那另外两位老师应该是 classroom 的部分经验比较少，那我前半段会稍微带一下那个 Google Classroom 的基础的部分，那后半段呢会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小工具哈，方便各位在远距教学的时候还蛮好用的一些小东西跟各位分享一下，那。最后就是各位老师，如果有什么疑难杂症，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哈，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把画面分享一下哈。
好，各位不好意思哦，我的荧幕比较大哦，所以你看的那个画面可能会比较小一点哦。啊，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再麻烦再跟我讲一下。好，那我们在使用 Classroom 的时候，因为各位老师都有经验了哈，所以我就稍微把这个重点稍微带一下哈。啊，各位应该都有看到我的那个重点的部分哈。那 Classroom 主要是针对那个学生在后续就是非线上直接互动的部分哈，非同步的了哈。那所以我们一般在那个PC 或者是笔电啊、平板、手机都是可以适用的。那用 Classroom 的话，当然最好就用 Google 的浏览器哈，这样所有的功能会比较正常。然后要请各位老师、学生就是使用我们教育处给的那个 Google 的账号。那老师的部分要留意一下，就是最近教育部有给大家就是老师身份的部分有帮大家提升那个权限，所以你要到那个教育部的那个网页。啊，等一下我会提供给各位这个网站哈，这个网站哈，我把它贴到讯息列哈。那各位从那边直接点选，好，各位从这个地方直接点选来。好，从最上方，最上方的这一个地方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利用那个教育处给你的网站，然后使用那个县市账号登录哈，OpenID 登录，它就可以帮你升级到那个新的权限。哦，那你可以同时开250个人的会议哈。那这个部分，如果你的我昨天是直接登录就直接升级了哈。那因为教育处它有买权限的授权了哈，那所以各位就可以去使用，然后也可以做线上录影哈。之前那个如果你是没有升级过的，你的线上录影会被功能会被终止哈。那这个部分就请老师们再留意一下。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我。既然各位都已经是有经验的哈，那我就直接进到那个教学的部分哈。那一般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老师们会在 Classroom 里面开课，然后学生就可以使用那个 Classroom 里面的跟老师互动的资源哈。那我们在它主要提供了哈，就是 Classroom 里面主要提供就是老师可以指派作业，可以。提供那个交办的讯息哈，然后学生可以提交作业，那老师可以评分，那这中间所有的内容都会存在云端硬碟里面，方便老师日后的检视哈，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个学生的笔电容量不够哈，或者老师的笔电容量不够哈。好，那所以我们就直接哈，在登录部分应该不用交吧，如果有需要。这个部分有需要教学的话，老师就稍微讲一下哈。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哈。在老师的部分哈，老师的部分呢，在你从 Google 进来哈，从 Google 的分页进来，然后登录你的账号之后，在这个点点点的地方，它直接就有一个课程哈，或者是叫。Classroom 哈，Classroom 这个地方就是 Google Classroom 的一个进入的网站哈。那所以我们从这边点进来呢，就会进到这个地方。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如果在你的常用的这个连接里面找不到课程那个东西，那
你可以从更多这边啊，去直接去搜寻，就可以把它加进来。好，就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提了哈。好，那当各位老师一进到这边之后呢，各位因为都有经验了，所以你们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做课程新增的动作哈。这边可以加课程，建立新的课程。好，那加新的课程之后呢，好，我把画面拉大一点哦。好，因为我的现在左边这个红色的这个是老师的账号，右边这个黑色是学生的账号哈。那老师在家里自己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开两个视窗，哦，两个那个 Chrome 的视窗，然后去登录不同的账号，在管理这边可以去新增哈，新增你自己本身的账号跟学生的账号。那你开两个分页出来之后呢，你可以直接一个登录老师，一个登录学生，就可以这样子左右对练哈，左右对练。好，那所以我们在加课程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新开的课程，就可以直接这边建立新的课程哈，建立课程。那学生的话就是加入课程，所以你在学生这边，啊，的你建了一个课程之后，学生可以在这里按加入课程，然后把代码填进去。那所以老师呢，他就是第一次使用就是建立课程，好，那你就给一个课程名称哈，然后单元比如说语文，好，科目，这随便你写哈，好，你就把它建立。好，那建立之后呢，在你的课程清单里面就会有这一个课程清单。好，课程清单。好，那课程清单呢？你这边成员哈，成员这边就是你的学生会在这边，然后讯息列就是你跟学生公告的所有的讯息都会在这边，然后这个是你出的作业。好，然后这个是你给他们的成绩哈，这四个主要的页签，然后在左上角这个点点点哈，是主要这个课程里面的一些功能。那这边会有一个行事历，就是这一个课程用的行事历。然后这边是学生如果有有交作业回传的话，这边会出现在待批阅里面。好，然后这个是你的开设的各个课程，所以你可以直接从那边进去哈。好，我把它稍微拉大一点哈。那在左方这边，左方这边呢，你的课程页面的左方这里有个课程代码。所以如果你我们加学生有几个方式哈，学生加入课程呢，你可以给他输入代码就可以。那你也可以手动去加入他的账号，手动去加入他的账号，好，比如说。第一个，如果你是直接给他课程连结，那我们就把这个代码复制起来。那复制起来，你用你的任何可以通知学生的方式，比如说 Line 或是其他你们有比如说那个其他的一个通讯联系的方式哈，那你就可以去把这个网址贴给他。那学生要进来呢，他直接在这里加入。然后把课程代码填上去，好，然后就直接按加入，它就可以进到你这个课程里面。好，加入之后呢，你在老师这边，在学员这边，就会看到它。啊，这个是第一种加入的方式。那第二种加入的方式呢，你可以在这边邀请学生，邀请学生。那从这里点进来之后。你可以把这里面也有两种方式的哈。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连接透过刚刚一样，透过那个通讯软体直接复制给他，他一样可以点这个连接进来哈。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把他的邮件 key 在这边。那各校的网管应该都会给各位老师所有学生的通讯录，就电子邮件的通讯录。
那其实你只要把你的通讯录的名单直接复制贴进来，直接贴。那比如说因为我现在没有学校名单你可以选一次选很多个，然后直接贴进来。那你用输入的也可以啦那输入就比较慢了那你输入很多个或者一次选很多个直接贴，它会自动辨识帮你变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学生 的讯息，那这样一次邀请它就会全部把它一次带进来，所以其实你不用一个一个去输入你就把那个网管给你的通讯录的那个电子邮件账号全部选起来，在 Excel 表格里面全部选起来直接贴进来就可以那这个是邀请学生的方式。那这一堂课里面也可以邀请老师比如说你有协同的老师共同管理的，或者你是客任老师，你要邀导师一起进来协助管理，那也可以在这边邀请老师那老师的名额是有上限的好像不能超过20个那你的一堂课也不会邀请那么多老师来上课所以应该是够用的。那如果你是针对老师开的课，比如说像我们教网中心，它是开给老师上的，那你就要把老师加在这个地方就是把他当作学员，把他当作学员来加那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没有上限那这个是处理学生名单跟协作老师名单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的课要有学生才有办法上那这个部分不晓得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加学生的方式。那因为各位老师都是已经有过经验的老师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那我就继续了那么接下来呢，在他的左上角这里这里他有一个 Meet， 那所以谢谢贺老师的回应那这个 Meet 呢，就是如果你要在这个课程里面你要去产生这个即时的视讯会议，你可以在这边直接产生连结，它跟 Meet 有互动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连结给公告出去，那学生呢可以直接从这个连结点选就可以加入你的视讯会议，那或者是这边有一个让学生看见所以您如果把它打勾储存的话学生在他的账号里面这边就会直接可以按加入所以他参加视讯会议他就不用收你的连结，他在这边直接加入就可以直接加入就可以。这个是在Classroom 里面如果要跟学生直接做视讯的时候，这样子会比较方便好，那么再来呢这边还有一些讯息列就是说如果你有出作业，那这边会显示说你的截止日前还有哪些作业要交这会提醒学生会提醒学生那当然我们这边加学生跟开那个远距视讯会议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它的内容其实还蛮单纯的那所以你刚刚在成员这边你也可以去做针对它，比如说做删除或做如果加错就可以移除那做一些管理的动作。好，那另外在接下来在那个互动的部分它就分为贴讯息跟请他们交作业的部分那贴讯息的部分呢就很简单了就直接讯息列这边，然后呢这里直接点要宣布的事项直接点，那点了之后呢你第一次用它都会有提示的所以可以安排日期，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公告，比如说远距要教学的注意事项或者是最近发生什么事都可以公告在这边。那公告在这边呢，你是这个课程里面你可以去每一个课程都打勾，就这些课程所选到的课程里面的所有学生或者指定的学生他就可以收到所有的这些你公告的事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是需要安排时间的，比如说
老师有的会有很好的习惯，他会事先准备好今天下午3点4点，他要公告今天的回家作业。那你是可以事先在家里都准备好的，然后按照这个安排的时间，把时间点好，他就会在这个准确的时间去把讯息给公告出去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安排时间的方式去公告，所以你可以选对象，然后公告内容，然后选时间去做你的公告那只要一按张贴所有指定的那个。指定的那个学生都会收到你的公告讯息，这个是由上而下的一个互动的方式。那如果你要指定课堂作业的话，那就是在课堂作业这边那这边的选项就蛮多了那搞不好这个部分我还没有各位熟悉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学生可以教那所以呢，你在这边直接建立作业它里面有几个选项它提供的部分呢，我们稍微看一下那它提供的内容包括作业还有那个投票跟测验这两个其实是就是选择题测验跟投票都可以做，然后问题的回馈跟收资料然后这个重复讯息很好用，就是你公布过一次的那个讯息的模板，你如果要再次使用或者再套用到别的班级，它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复制，然后你再做简单的修改，就可以再贴到其他班级去做公告。然后另外这个主题呢，就是可以直接选针对哪一个课程，然后最后呢还可以做批改。批改的部分，那这边特别注意，跟老师讲一下，就是在批改的部分如果你是用电脑版的话，它只能做注记，就是在它的那个作业上面，你只能做注记，用电脑去点某一个地方，然后做一下简单的注记。那如果你是用那个手机跟平板它就可以。用那个直接用写的直接用写的，用那个笔去做书写，所以你可以打勾啊，直接在上面做批改的记号，然后就可以把那张照片另存新档，然后回给学生所以如果你用手机跟平板会有这个好处了那不过手机画面很小嘛平板画面比较大，但是其实还是蛮小的那各位老师可以自己去做选择如果你要批改作业的话。建议可以用大尺寸的平板去做处理。那你说如果我接那个外接的触控荧幕，我可不可以用这个版本？不行因为它是跟着那个软体，跟着软体。那你手机平板用的是 App，所以 App 可以这样做，但是那个电脑版笔电电脑版就不行如果是 Chromebook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它是用 App，Chrome 是用 App。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呢，你就可以出作业那所以简单的建立一个作业，比如说好，请缴交今日大纲，就是复习的重点然后巴拉巴拉那个说明，然后。这边呢可以限制缴交的期限，缴交的期限。那所以你跟他定一个期限，比如说明天中午12点以前要交，那你设定好缴交期限之后，这个是你给的分数的权限。一般我们国中小都是100分制度了，所以你就不用去修改然后发布给哪一个班或者是个别的学生都可以做勾选，当你确认好之后呢，请你直接点出作业，出作业。那出了作业之后呢，学生这边他就可以去看，其实他这边，我重新整理一下他这边就会，
就会出现说，哎，左边会通知你说你有一个作业要交，哦，然后期限是明天，礼拜四，中午12点以前，哦，那所以这边也会看到那个公告，那所以学生就点进去看，哦，然后，哎，第一次他都会提示的，哦，所以还蛮友善的，哦，那所以你就可以呢去，看你要用手写的方式或直接，打字，哦，或者是手写，然后拍照片、回传照片都可以，啊，所以你在学生要交作业的时候呢，你在这边直接按新建，啊，新增或建立了哈，那你就可以传档案给老师，啊，传档案给老师。那比如说我随便传一个档案哈，好，所以你用这种方式把你的作业给传给老师。好，那这样子丢上去之后要注意一下哈，他如果确定他的作业都丢了，他可以重复丢好几个。好，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让他一样在纸本习作或者是纸上面做作业，做完之后直接拍照，拍照之后用这个新增或建立去把他的作业用照片图档的方式回传给老师，这样是最简单的。那最后请不要忘记哈，请他一定要按缴交。那这边有一个课程留言了哈，就是说如果他针对这个作业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他还可以在这边跟老师做互动。好，就可以做互动哈。好，那所以他做完作业可以按缴交，按缴交确定。好，那这样子呢，他就可以回到他的课程里面哈。好，那其实你看他这一个地方，把它拉大一点哈。好，这个部分呢，他其实他就已经缴交，已缴交，哦，就已经显示已缴交，所以他其实他学生到底有没有交作业，他除了看这边之外，他其实还可以点进每一个老师交作业交代的事项里面，然后去看看这个地方。那如果你老师那个学生很积极，想要再重做、再重新缴交的话，他可以直接按取消提交，取消提交之后重新再新增档案去修改他的作业哈。好，然后最后一定要按缴交哈，最后一定要按缴交。好，那这个是缴交作业的部分，哦，缴交作业的部分。好，那不晓得到目前为止，各位老师有没有其他的疑问？哦，这个我想各位老师、三位老师经验应该很丰富，都用过了哈。哎，现场新进的老师有没有还不清楚的地方？好，我们目前刚刚讲过那个登录哈，怎么样登录进来这个地方，怎么建立课程，然后怎么加学生，好，然后现在是做讯息的公告跟课堂作业的发布，好，跟学生如何去交作业，好，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不晓得各位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老师 OK 的话，麻烦帮我打个 OK 好吗？好，那因为那个Classroom 其实还蛮简单的哈，它功能也不会太多太复杂哈，所以其实这样子最主要的部分呢，你大概就已经大概了解了六七成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应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老师这边老师这边呢，当学生做完作业之后，啊，学生做完作业之后呢，他这边其实我把老师的画面拉大哈。好，那其实这边呢，应该这边点一下哈，这三条线这里点一下，好，这边有一个待批阅，它就会出现说哪些学生交了作业，然后你还没有修改的，好，
那所以呢，你就可以点进去看哈。啊，比如说这个，它已经缴交了，啊，已经缴交了。那它的作业在这边，你就可以点进去，啊，点进去看你的作业。啊，那刚刚有说过哈，如果你是电脑版的呢，你可以直接加注记，啊，所以你这边有一个注记，啊，这个知道就好了哈。啊，所以老师，你可以在这边拉一个方块去注记，哎，比如说这个地方做得不错，啊，good job，啊，给他一个那个评语哈，那学生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框框，就是老师给的注记，那电脑版都是使用这个方式哈，注记，啊，所以你不管是电脑或是笔电都是用这种方式。那如果你是那个刚刚讲手机或平板的话，它可以直接用那一支笔哈，它上面会出现一支笔，它可以用那一支笔在上面直接打勾哦，直接批阅分数之类的哦。所以改作业的部分真的是用平板会比较方便。所以老师有平板的话会很幸福了哈。不过那个教育部的平板只有发给学生哈。好，这个是比较可惜一点哈。好，那你做完注记之后呢，请你这边呢，好，可以点选发还，哦，发还，然后发还，然后刚上面这个地方，好，这边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直接给分数，直接，因为它是百分等级嘛，哈。所以你可以直接给他分数98啊，或是多少？那你给了分数之后呢，他就会学生那边哈，学生这边啊，学生这边啊，他进来他的课程里面，他看他的作业哈，点进来，好，这边会显示诶，哪里去了？看一下哎，我刚刚不是按缴交了吗？还没交，sorry，好，这边学生应该是可以看到作业的分数在哪里啊？这边啊，一百。重新整理一下。尚未发还啊，因为我刚刚重交了哈。好，成绩这边也可以打了哈，98发还。好，成绩可以打在这边哈，直接一边写注记一边打成绩，然后发还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这边，好，看到他的成绩。那学生这边应该是会可以看到他的分数，啊，这边98，啊，所以就可以看到他的分数了哈。那如果他后悔，他重新缴交，你就重新再评一次，那一样分数都会做更新。好，那所以这个是缴交作业的部分，批改跟缴交作业的部分哈。那不晓得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因为我时间只剩18分钟了哈，那所以那个 classroom 的部分哈，大部分就是老师最常用到，其实就是这样子哈。那另外在那个在课堂作业这边哈，你去建立的时候啊，其实还有其他的选项哈。那这个部分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各位就可以去一一测试哈。那这个测验呢，它其实也可以当做是那个那个举手表决啊，你可以做一个测验题，然后内容是举手表决，所以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收学生的回馈啊，收学生的回馈。那这个就是收问答题，这是收资料。好，那这边重复我讲一下哈，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今天出了这一班的作业。
然后呢，你希望去你这边想重复用到别的班上，你就可以去重复使用此讯息，重复使用讯息，然后你就可以选我要用到哪一个班，我要选哪一个班的哪一个讯息哈、比如说这一个，我要用到另外一个班，那我就按重复使用，那它就会建立一个副本哈、就是 copy 一个新的版本内容，然后你就稍微再修改一下。然后这个班级呢，你就可以换给哪一班，换给哪一班这样，换给哪一班，然后就可以出作业，所以这个也蛮常，老师会蛮常用到的，蛮常用到。那所以这样的方式可以另外出那个作业。那这个主题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你在交作业的时候，你可以设定主题，比如说语文课，它可能会有，比如说第一课，你会有好几个作业，那你就可以设定一个主题，说这是第一课的作业分类，然后在这个分类底下，你才去教课文大纲啦、教生字习写啦，这一类的东西去做一个分类，所以它是一个简单分类的一个目的了哈。好，那成绩这边呢，各位就刚刚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全部学生的成绩哈。所以 Classroom 的部分大概是这样跟各位做一下简单的分享。好，那各位你回去哈，就是可以直接一边开老师一边开学生，这样子去对练，你就可以知道老师跟学生的内容会是长怎样，然后怎么操作，就会应该就会很容易去理解哈。那我另外再分享一下几个好东西哈，就是其实那个班级行事历哈，各位老师在做那个班级经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可以好好运用的哈。那在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呢、你的课堂里面其实有日历，那这个日历呢，它会出现你出的作业或者公布的讯息是哪一天，那让学生使用日历的话，它会让学生有那个自主学习的能力哈，所以他会知道说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可以自己安排他的作息，安排他的进度所以这是我个人非常建议的一个内容哈，所以请各位好好的运用那个日历，然后另外呢，另外这里有一个这个网页哈，这个叫 Word 哈，这个还不错，跟各位分享一下。那这个东西是我直接讲哈，我直接拿我的案，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站哈，但是它免费的部分它只能做五个文件，五个文件，所以好，那它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上课远距互动好用的东西。不好意思，我要在这边登录。好，不管了哈，我直接这边介绍哈。它有那个。这些很好用的模板，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简单的线上互动的测验，哎，我，不好意思啊，好，如果你要做一些简单的互动线上测验，这边这个做起来蛮有趣的哈。那我要登录一下我的账号，才可以给各位看到内容。好，等我一下哦。好，那他注册之后哈，我这边只有做几个例子了哈，做几个例子。那他是五个，五个是免费的。那所以你看你的需要，比如说我简单的稍微示范一下这两个就好哈。
比如说这一个是对对碰啊，对对碰，那你把题目放进设进进去之后，它设定很简单哈，只要给题目跟答案，那它就可以呢，哎，它会出现题目，然后你要把你的答案这样丢进去跟它碰，碰对了它会有一个特效，哦，那如果碰错了呢？好，碰错了，它就会跟你打叉哈，然后会继续往下流哈。好，那碰对了就打勾，然后最后它会，你可以设定时间跟对错的那个机会的选项，然后最后呢，学生可以，他可以，你这边可以给连结哈，这边可以用 QR code 让学生直接扫码进去就可以玩这个游戏。然后玩完之后呢，他可以在这边直接学生的排名会出现在这边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简单的另外一个例子哈。那比如说你要选学生的时候，你把那个学生的名字就丢进去，或者你的教学内容丢进去，你就可以去旋转，或者这样拉，这样拉，这样扯，它都可以。最后结果就可以选到谁。他还会倒退一下哈，好，就可以选到谁，所以他这个蛮好，他的特效还蛮不错的，挺好用的哈。那所以他的，你看他的项目那么多，而且他有那个繁体中文，有繁体中文哈，还不错，蛮好用的，这个推荐给大家哈。好，那另外各位哈，可以脸书可以加这两个社群哈。这两个社群是针对那个线上同步的，远距线上同步教学的内容，有很多人在上面做分享，那甚至疑难杂症，都有人会在上面做那个说明哈，做说明。好，那另外呢，有一些还不错用的小工具哈，各位如果需要那种电子白板的互动工具。电子白板互动工具，那你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哈。第一个是MyViewBoard 哈，那第二个是提摩豆啊，这两个都是提供线上很好用的小工具哈。那它直接在上面可以做下载，那这个是提摩豆的 HiTeach 啊，然后这个是那个MyViewBoard 的白板软体，那这个地方。他们的我因为这个上面显示你们看不到了哈，好，这会进到它的白板工具，那你也可以直接，可以，这是白板工具，它可以做很多的互动应用哈，互动应用，好，那里面呢也有很多的百宝箱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小工具哈，包括这些数学常用的东西哈，这些都可以使用。还有一些像计时工具啊，里面都有。好，那这两个东西都是类似的啊，都是类似的。那各老师喜欢用什么就可以欢迎各位使用哈。那么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 Roomit 说饭工具。因为学生在用远距教学的时候啊，常常会荧幕太小看不清楚，那这时候老师如果用这个 Roomit，这网络上直接可以下载啊。那安装之后呢，你按 Ctrl 2，它就可以无断的缩放，你再加滑鼠的滚轮，它可以无断的缩放，Ctrl 2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随时的缩放，所以你要给学生看哪里，你可以随时这样做处理，非常的方便哈。这个是 Roomit。然后另外呢，在那个网络摄影机的实际的应用哈，我会建议哈各位就直接使用网络摄影机的软体，比如说这个。好，那好，那因为我现在的那个网络摄影机被 Google 给抢去了，我把 Meet 的摄影机给关掉一下，稍等我一下哦。
好，我把这个摄影机给关掉哈、哦，那我这边就会抓，重新抓到摄影机哈、哦。好，那我会建议，如果是那个就数位能力比，其实这样很好用哈、哦，而且这数位能力需要的最少哈、哦，就是你用它的那个，这个是 IPEVO 的那个视讯镜头的工具哈、哦，那你直接打 IPEVO 就是这个。这个名字就可以连接到这个网站，那直接下载它的这一个软体，啊、哦，它各种版本都有。那你可以直接哈、哦，哎，直接照你的那个教学的画面，好、哦、啊。如果传统老师喜欢用手写的，你其实就拿一张白纸，啊、哦，就拿纸在这边做操作，啊、哦，那他手写他的，比如说10×50，啊，你现在看相反，对不对？如果你的网络摄影机，它镜头可以直接翻转，你就直接翻转，这样就正了，啊，怎么样？好，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在纸上做教学，啊，这是最方便的方式。那如果你的镜头不能做翻转呢？各位，它这个软体里面，它有旋转，啊，还有那个，啊，旋转、翻转都有，近色也有，啊，这边近色。所以你它也可以直接用软体的方式去做近摄，啊，所以你就不用怕那个人家说，Meet 在做这样教学的时候，会影像会被翻转的问题，哈，啊，好，那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做切换，哈，这样做切换，啊，那这个网络摄影机的好处是它可以镜头可以翻转，哈，啊，好，那以上是我想今天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分享的部分到这边。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再分享的东西？有吗？有没有老师有其他好的建议要分享给其他老师啊，或是说对什么东西还有一些疑问，不知道要问谁的？有吗？各位老师，好，那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工具我还蛮建议的哈，就是那个剪取跟绘图工具，啊，剪取跟绘图工具的哈，好，这个部分再容我分享一下了哈。好，我们会。常常想要剪桌面上的图片，然后可能做教材或在这边分享给学生，或者是你那个电子书啊，电子书课本啊，电子书你要把那个画面截下来的话，那我们在 Windows 里面啊，你按开始之后，请你直接输入剪取啊，这边有一个剪取跟绘图的工具，你可以把它打开。好，那我的习惯哈，我的习惯我会把这一个工具在设定这边，好，我把它做，这边有一个 print screen 的快速键，所以你一旦把它设定开启之后，啊，你点进去把它打开，你的键盘的上面的那个右上角那个 print screen 就可以直接呼叫这一个工具出来，会非常的简单哈。好。那你设定好之后，将来你要剪取某一个画面的时候，你就直接按一下 Print Screen，它就会跳出来这个画面。那你就直接把你那个画面给要的画面给框下来，它就会变成一张图档，啊，变成一张图档。那你就可以直接，它会问你要不要做什么动作了哈。那你可以直接到 Word 里面去做贴上，啊，或者是贴到即时通，贴到 Line，贴到哪里都可以。啊，或者是直接存档，图片直接存档，或者在上面做注记都可以哈，都可以。那我会习惯把这个工具直接做成那个捷径，啊，做成那个快速捷径哈，放在工具列里，放在这个工具列，啊，那就会非常的方便哈。好，以上今天的分享，啊，最后1分钟，还有没有老师要提问？好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谢谢大家喽。
好，那如果各位还有不清楚的话，哈，我们在那个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在礼拜三下午的2点半，还有礼拜五的上午11点跟下午2点半都还有各一场。好，那如果你是要听那个网管老师的那一场，那就是在礼拜四，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那一场由黄主任来主讲。好，谢谢大家，谢谢。